早安，今天是1月16号，礼拜六，9:13。我们现在要去 Majestic Coffee 喝咖啡，它是这边这个叫什么波多最老的咖啡厅。拜拜，等等见。长长的斜坡。这是全葡萄牙波多全波多最老的咖啡店，不是最老，最漂亮。哇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皮沙发有名的。这是他们的菜单，大家都来吃饭吗？这是1922年的咖啡店 ，Majestic 咖啡，超有气氛。最漂亮的咖啡厅不是最古老，上面还有雕刻。这个椅子呢，也是好几百年的椅子，真皮的，真皮的椅子都不会坏。我点了一个法式吐司，它这个叉子太可爱了吧！还有杯咖啡，超有质感的杯子。软面包，哎，真正的法式吐司是用吐司吗？没有真正的法式吐司，法式吐司法国人没有在吃这种东西，没有真正法国吐司，那它怎么叫 French toast？ 好 heavy 哦。有点甜，但是面包是好吃的。欧洲人真的很爱肉桂粉，香，什么东西都要加一点。就是世界十大的咖啡厅，就是这里 Majestic Coffee。 现在这边是主要商店街。今天早上才说怎么没看到 Sephora， 就看到 Sephora。 这边有一间可爱的杂货店，我们来这边拍个照，结果人超级多，根本没办法拍。这是个路人啊，你在干嘛呢？来找你咯。哦，没搞呢。老板给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卡片。哎，是桌历啊，是年历的年历，去年的，可是有他们的店的样子，超可爱的。这个杂货店的老板超级可爱的，他看到我们一直在那边拍照。也没赶我们，还送我们一张年历，虽然是去年的，可是超可爱的。这个是一间杂货店，超好拍的，老板人很好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小蜜饯，跟一些酒，反正才一磅一欧而已，好美啊！对啊，真是好美的 cookie。这个就是蓝蓝的花砖这边的一面特色的墙，就是这一面墙，一定要来拍照的墙。我们现在来拍。我们拍完蓝色的小花砖了，大概在这里半个小时吧。我靠，这台高配也开太快了吧！就是这个蓝色小花砖，它的地标叫什么、Capital Souls 灵魂堂，灵魂堂，它的地标很漂亮，整个就是一整面的蓝色花砖瓷砖啊，蓝色瓷砖。你是要碰我？他不小心的吧？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。
我现在还很饱，但是我们要去吃午餐的，现在是12:30，吃午餐，蓝天出现喽，耶，灵魂教堂，这个是凸出来的雕刻的感觉。现在是中午，我们要来吃这个 Santiago 蓝色的，现在来吃饭了，顺便来尿尿，膀胱要爆炸。这个蓝色的建筑，浅蓝色的建筑，主要是要来吃咸三，不是咸三明治，湿的三明治。没错，这就是他们的。我们点的传说中的咸吐司，非常的有名，葡萄牙有名的吐司。没有那个 feel 啊，没关系，大家拆开你看看。啊，没 feel， 一点点而已。是咸，不是咸，我只讲它咸吐司，虽然它也是咸吐司，就是湿吐司。吃的吐司里面有牛肉、培根、蛋，这个跟吐司还有猪排，它没有番茄酱，还是它只是沾它？哇，这是我们的湿吐司，来吃吃看好不好吃？必吃，葡萄牙的必吃清单之一。教堂外面也是用这个葡萄牙这边的蓝色瓷砖贴起来的，不过它好像没有开，它的门没有开，只能在外面这样子拍一下。这个是圣伊尔德封锁堂，来听一下伊迪亚莎。我靠，也太难念了吧，完全念不出来，一个字都念不出来。伊丽莎多圣托伊德芬索，好，反正它的中文就叫圣伊尔德封锁堂，就是一个外面有蓝色花砖的教堂。好，下一个景点，拜拜。葡萄牙的街上也算是随便拍随便美，有一个丘陵的感觉，上下坡。大家人很多，可是我们前面很空。我们要回到这个商店街这边的，都有人在，感觉像糖炒栗子的东西都烟雾弥漫。没
那个都是烟，后面都是烟。饱到不行，还是要来吃蛋挞。我们点一个这个来吃。来吃半个，点一个咖啡。又要来吃蛋挞啦！今天先跟我朋友一人半颗，晚上再说。刚刚吃那个湿的三明治，有够饱的。咖啡。很酥脆的声音哦。他们一样，里面是这种比较勾一点的感觉。嗯，刚烤出来。我想吃那一批。温温的，我觉得温。这个没有昨天，昨天烤温。那可能烤盘还有温。这个比较酥哎，比昨天的酥。开心，我吃到好的。这个比昨天吃的那一家还要酥。我觉得是因为烤的焦，比你昨天选的那一个。好吃哎。比较好吃，外皮比较有一层一层的感觉。结果我们说很饱，还是吃掉。这家叫 Fabrica Nata。吃完了，一分钟吃完，三十秒。下一家，拜拜。啊，在这个里面烤出炉，那个烧焦的。火烫烫的，还在砰砰砰。这个太黑了，这颗作废的话，请给我吃。这个太焦了，超回答。好油，你看那个烤盘多油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又回来这个灵魂堂拍照了，拍起来超好看的，比早上好看多了，因为。有阳光的感觉，这样，耶！这就是 Chapel of Souls， 一个阳光感。这感觉超好吃，外面酥脆，像那个丹麦菠萝，对。现在又回到这个圣本笃车站 San Bento Station， 现在今天要去那个波多大教堂，波多主教座。波多就是这么的小，走来走去就是这几条街。这个就是波多大教堂，它是罗马式的大教堂，它在一个这个小山丘上面，山丘的最顶端。这边可以往后面可以看到昨天去爬的钟楼，在后面这边。嗯，风景很漂亮。这个教堂也是有用那个花砖做的。这里可以看 view。太阳好大，这样子哇，那边有人在看，对啊，有一些那个银甲，不然应该很好看。这个是教堂里面，波多教堂里面，进来要3欧，学生2欧，
子阶梯一阶都超级高的。小喘，很高，这是一个小塔楼，小小的门，对，这也有。昨天从那边看过来，今天从这边看过去那个塔楼，路易斯大桥在这里，看不到。别再笑了！啊，这么漂亮颜色的墙，被别人画一个光屁屁外星人。我们现在要走到桥的下面，河边。斗罗河的旁边，现在这边拍上去很漂亮。嘿，有人在玩风帆。是另一个角度的路易斯大桥，有人说它是躺着的巴黎铁塔。因为传说是他的徒弟做的设计的啦，传说是他的徒弟设计的。这里它的下面这边，下面这一条现在在整修，上面是给地铁轻轨走的。这个河的对岸就是很多的酒厂，这边是比较旧城的地方，波多也有人叫波尔图的中心。这是19世纪的建筑物，然后它以前是证券交易所。这里这个进去里面要门票，但是还好就没有进去了，顺路经过看一下。爬这个阶梯，结果喘的。我们刚刚本来要去一个这边的城堡，结果找不到。它感觉剩下一面墙的残骸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，就是没看到，所以现在时间还蛮早的，想说去这边的另外一个花园看一下。这边就是。无数的上坡下坡，上楼梯下楼梯，不停的爬，不停的走，车子来了，这真的超邪，开车超可怕的。这个小广场会不会太多人呢？超级多人，看的 view 是这里。对，就是一个超级大庭广众开趴的地方，喝酒、抽烟、抽别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公园里，非常的花园感。这里的人只要有绿地，就可以野餐。我们结束野餐了，快要变晚上了，大家都要离开。一个有绿地就可以野餐的国家，而且他们都会自备一些酒杯。哇，这斜坡真的是有够斜。
Hello， 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，我们刚刚回 Airbnb 耍废了一下，现在换了比较保暖的衣服，没有太阳变很冷，现在要去一间 wine bar 去喝个小酒。礼拜六的晚上酒吧都超多人的，而且一样是很冷，但大家都还是这车把鼓开耶，又倒退开。礼拜六的晚上大家都出来喝酒，酒吧都很多人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哦，太吵了，我这句话要讲几遍。这间这个是小教堂的酒吧。再来间红酒酒吧，葡萄酒酒吧。这个蛋糕，爱秀哟，耶！这边都会先给你试一点点，然后再问你要不要。我们点一个 cheese 拼盘，还有一点点肉跟这个面包，配我的白酒。我点的是 porter colada， 是今天的 special。吃。辣盘，好干哦！白面包。我们刚刚在这个教堂里面喝酒。我点了一个 Porto 这边的特产，这是一个小教堂。Hello， 今天是在波多的第二天，葡萄牙的第二天。现在喝完酒要回家了。今天吃了很多东西，也去了一些小地方。然后明天还要继续待在这里，就明天见了。拜拜，晚安。